赛过路的无，规抓拢是啊。渔船脱曳过，留下深深的沙沟，背后藏的是渔民心酸泪水。你咪一半啊，钓去钓去中岸啦，啊钓去中咩啦？钓去中个就等水啊，都塞个镜头，塞塞袂镜头，等个水来淹起，这个都看啦。彰化王宫渔港的渔船中招搁浅，时有所闻。问题出在这片被卷进来却出不去的淤沙。家己定定什么四年啊？啊，但是这上头。两年我头头安尼啊啦，卖讲要讲要三年四年。渔船靠岸停放，退潮时一旁是沙洲，渔民趁涨潮出海，但如今潮流改变等因素之下，小潮、中潮都出不去，得熬到大潮，等于一个月几乎一半时间被迫休五星假。固定就是四年中中，就每年啊，每年中中算起就够啊。摆在一旁的抽沙机锈蚀斑驳，渔民笑称抽沙四年一度，因此美誉总统选举就知道渔船暂时得救。台湾西海岸苗栗外埔渔港也饱受淤沙之苦，像考驾照这样子绕来绕去吗？一定会啊！如果说你慢到一点点，然后又走错方向，有没有？比方说，他沙在这边，哎。他只能走在旁边，那结果你压到这边就不清楚。西部海域靠海为生的渔民，过去只需看天吃饭，如今还得闪淤泥求生，面临生计问题，压力山大。三立新闻许淑伟、黄梦珍综合报道。